贝美哄，哦玛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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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贝美哄，哦玛。的时候，恨不恨我？啊！亡国事之言，吾于朋友圈中素有耳闻。信口雌黄，颠倒黑白，谣传古时，混淆是非，夸大其词，愈是无礼，愈是气壮。吾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开设一个健身班，收费3000。就是他只能有这种关系，就像贾宝玉跟太医，就是贾宝玉之怒嘛，就是什么？其实你在你这个这种经历里，你就是也是这个。就是你已经经历，然后现实中去得到多少斤的呀？多少斤不知道。我这么跟你说，你买了多少钱？像爱情这种，就是从它有一个概念叫心传，将近50万。就是比如说这种存在于师徒之间，就是佛学、道家的、儒家的师徒之间，师傅。玩一玩，那就可以。那还可以，我觉得。反正你脱手的时候至少不会赔。不会赔，就是。但我们现在是为了挣钱，对吧？对对对。所以说，你就肯定要预留一个那个空间。像我弄了几台机子，反正他说450最低，操，算了。他标了480，450，算了。那个其他人，都是在门口，让他们自己去拿的。对。啊。伸缩式，咱这也是伸缩式抖动，这也是一个维护客户的方式、啊、对对对，就希望你下次你也选这种，知道吗？
像本来其实他说包邮我都已经同意了，我那些你说还是用传输说我就挺赢，其实他我而且我还没让他改价，我直接还是800开，800还是包邮价，然后我正好我不让。身体好了吗？来，你整个就像我身体不行一样。戒烟第五天的感受是什么？太爽了。嗯。太爽了。这辈子还戒烟吗？一戒到底。一戒到底，最后一次戒。偷拍狂，色情狂人，到那要多久？立马就拍，是吧？到那要多久？到那2个小时吧，身上搭的。北京还有一个昌平，还有一个叫什么桃花谷，也挺漂亮的，里面全部都是桃树。桃花跟十三零什么时候也一起可以约着去玩一下嘛？比较近嘛。然后到时候我们骑车都应该能去。是啊，十三零估计还有几站。反正我以前培训过，在市里培训。十三零还应该风景。
睡了呀，总有些过往。站在湖水里呀，总有些过往。欢送二徒弟跟四徒弟、哦、背叛师门啊！没事，我们不是背叛，是被逐出师门的。对，从此呢啊，江湖不要再相见。主要是我们逐出师门原因是什么？我们调戏师娘。我师娘还没出现，你妈！调戏我很调戏，我是恨，我是好好。我们四川的话，基本上都是从南方迁来的，就基本上大统一了嘛。北方，南方，湖南是吧？嗯，这样。我老家，根据我老家我爹的说法，我老家是400年前从湖南怀化迁过去的。像那个，他们少数民族就是入了中原之后，他们就是说他们自己的语言。像那乾隆皇帝跟他身边人都是说满语、满洲语，就是那个英国爵士访大清的时候啊。
我就是这条腿，这条腿最亮精彩，走起路一定要不用拍着，我拍整段视频。你看这个够不够？现在吗？对，就要这种还这样。来，先搭进来，先把两个插进去。还有一个钉呢。
祝你们出门顺利啊！再刷一台红人机啊！这个谁买的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你知道吗？现今你把人家的无人机摔坏了，这时候呢，这就你就有报应了，知道吧？景明啊，你这一次啊，把他的无人机摔坏啊，就这样子，然后你们就互相成全了，难兄难弟了。这个多少钱买？800。嗯。嗯，原价多少？这台好像比那台高端一些。比上次这个4-5千的，啊，这两台不是一样的吗？嗯，看起来一样啊。两个机子没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，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机型。是同款机型吗？同款机型，只是贴的贴纸完了全部贴上了，那个没贴上而已。哦，那个也贴有。有贴了，但是没这么多。哎，吃吧，吃吧，在，我要是，你抓着吃吧。多吃点。才吃两天猪蹄，能不能连续吃个十几天啊？我操！哎，不做了，再换着做，明天炖排骨汤。行不行？行行行行行行行，还好还是离不开肉。
酒量不好，嗯，啤酒喝完胀，看着也是要喝两瓶啤酒左右，嗯，这个，所以现在呢，我喝两杯反正就有点晕，但感觉很舒服的一种晕，麻痹是不是？不是麻痹，它这种酒比那啤酒度数低一点，还挺甜甜的，很好喝的，这种果酒。你就很这种，白酒不就白酒？白酒吧，喝不下去，白酒一见胃里翻江。
跪下饥寒交迫的奴隶，跪下全世界受苦的人，满腔的热血已经变冷，不为谎言而斗争。青春师兄，妈的，师兄，师兄，你去看一下他那个快递，看完了没有？看他妈操蛋！
我操，刚才那个傻逼跟我说两个人互相给好评，嗯，然后他妈他给我一个差评，这个尾巴还有一撮白嘞，他给了我个差评，然后说什么，难什么难讲话。
你不要拍我吧。你这是对打吗？这是对打游戏吗？对。我就不会玩这种对打的游戏。
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你在想屁啊？这是雷电吧？走，去，下去，还真把这里当家了，操！我这里不养闲猫，能不能给我交点伙食费啊？天天在这里大吃大喝又不干活，我这些徒弟至少都会赚钱。你呢？有什么也过分了，还对我眯眼睛，听得懂吗？妈的，掐死算了。作为一只年轻的猫，你就应该起来奋斗，别整天躺平。你这算啥？自暴自弃。你父母知道了，你家人知道了，会开心吗？能不能行了呀？我操！哎。这什么态度啊，彻底躺成死狗了，装死了，妈的，凌晨三点了，你为啥还不睡呀？哎，你说你们现在年轻人个个都熬夜，不知道熬夜对身体不好吗？就你这样身体撑得住吗？你还年轻，不要误把身体不当一回事，别熬夜了，早点睡吧，啊。